张志恒的老婆文文为了舒缓经济压力，在三月头开设了宠物食品店和童装网店。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原来他另一个工作大计是准备做 KOL， 连月来都有不少医美广告向他招手。据知除了已经出街的中药护肤品之外，亦都有医美公司同佢接洽，有意为佢打造索妈嘅形象。虽然双方倾嘅过程好顺利，但广告商似乎俾佢连月嚟放货吓亲，所以一直未成事。其实佢上个月分享中药护肤品眼照之后，网民都普遍表示支持，又大赞佢靓女。